你那可以养老啊，比家里好多了。我跟你说。你起来，起来，我给你二十块。那给二十。哎，对，你把东西收好，我给你二十块。你真的是把地板给我扫干净。这个东西我不愿意拿的。什么东西要搞、啊？你傻了？直接搞得干干净净。你把这里给我弄得干干净净。我操！我们这老子不好使的。好吧，那我。你给我扫干净。你先不要管他，他这个人就是个无赖。你把管理管好你自己。他要躺就给他睡在这里。你先把这里弄干净。等一下我给你二十块。他一真的是。怎么两兄弟现在还一个想法呢？在厂里面可以养老啊，比家里好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家里父母可以养你啊，你可以啃老啊。啃个屁啊，家里啃老啃不动啊。怎么啃不动？你父母不会挣钱给你啊？你父母挣钱给你花啊？花不了，没有东西厂啊，他妈的只能用这个厂子了。你用什么？那是你的事情啊。哦，你给我搞干净。我给你搞干净啊，大不了下次我就。不进来了，他妈的还要搞卫生，别人吃的要算到我头上。等一下嘛，你我说，我转给你三千，你给我老子头上扔这里，不要对这两个三两句话就被他忽悠了。不是，我就问你，你为什么把那个二维码打开？不是把那个收款的打开？我现在转三千给你，你不这么容易被他忽悠了吗？你啊，我转三千给你，不要相信他的鬼话。